入了初地的菩萨，他等于升到了诸佛的家中。他以助人为本分，以布施为快乐，能少龙佛种，也能同法。严经普贤恨怨品，唐济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。有负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失，辅相大臣、功臣内外、相马居乘、珍宝福藏，如是一切无不相随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弥勒菩萨等。此诸菩萨色相端严，功德具足，所供围绕，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，得受记已，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，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，能令佛刹即为成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，随其根性教化成熟，乃至尽于未来劫海，广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善男子，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，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所有功德，除佛世尊于无知者。是故汝等闻此愿王，莫生一念，应当地受，受以能读，读以能诵，诵以能持，乃至书写，广为人说。是诸人等于一念中，所有恨怨皆得成就，所获福聚无量无边，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，普观十方而说偈言：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片理尽无余，普贤恨怨威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一生复现刹尘身，以一片理刹尘佛，于一尘中成数佛，各处菩萨众会中，无尽法界成一然，深信诸佛皆充满，各以一切因深海谱出无尽妙言辞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赞佛甚深功德海，以诸最胜妙花蔓祭月涂香及伞盖，如是最胜庄严具，我以供养诸如来，最胜衣服，最胜香，末香烧香与灯烛，
一一皆如妙高句，我悉供养诸如来。我以广大甚解心，深信一切三世佛，悉以普贤恨愿力，普遍供养诸如来。我悉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十方一切诸众生，二乘有学及无学，一切如来与菩萨，所有功德皆随喜。十方所有世间灯，最初成就菩提者，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。诸佛若欲是涅槃，我悉至诚而劝请，唯愿久住刹城劫，利乐一切诸众生。所有礼赞供养福，请佛注视转法轮。随喜忏悔诸善根，回向众生及佛道。我随一切如来学，修习普贤圆满行，供养过去诸如来，给予现在十方佛，未来一切天人师，一切义要皆圆满。我愿普随三世学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所有十方一切刹，广大清净妙庄严，众会围绕诸如来，悉在菩提树王下。十方所有诸众生，愿离忧患常安乐，获得甚深正法力，灭除烦恼尽无余。我为菩提修行时，一切去中成宿命，常得出家修境界，无垢无破无穿漏，天龙夜叉鸠盘图，乃至人与非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语，悉以诸音而说法，勤修清净波罗蜜，恒不忘失菩提心，灭除障垢无有余，一切妙行皆成就，于诸惑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得解脱。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，悉除一切恶道苦，等与一切群生乐。如是今于刹城劫，十方利益恒无尽，我常随顺诸众生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恒修普贤广大行，圆满无上大菩提。所有与我同行者，于一切处同集会，身口意业皆同等，一切行愿同修学。所有益我善知识，为我显示普贤行，常愿与我同集会，与我常生欢喜心，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，于彼皆心广大供，尽未来劫无疲厌。愿持诸佛为妙法，光显一切菩提行，究竟清净普贤道，尽未来劫常修习。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，定会方便及解脱，获诸无尽功德藏。一城中有成数刹，一一刹有难思佛，一一佛处众会中，我见恒眼菩提行。普尽十方诸刹海，一一毛端三世海，佛海给予国土海，我遍修行精解海。一切如来与清净，一言具众音声海，随诸众生意要音，一一流佛遍财海。三世一切诸如来，于彼无尽语言海，横转理去妙法轮，我身智力普能入。我能深入于未来，尽一切劫为一念，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，我皆入。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，亦常入佛境界中，如幻解脱及威力，于一毛端及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，十方尘刹诸毛端，我皆深入而严禁。所有未来照世灯，成道转法悟群友，究竟佛事是涅槃，我皆往依而清净。速集周遍神通力，普门遍入大乘力，智行普修功德力，威神普覆大慈力。
遍尽庄严胜不利，无着无依智慧力，定慧方便诸威力，无能积极菩提力，清净一切善业力，摧灭一切烦恼力，降伏一切诸魔力，圆满普贤诸行力，普能严禁诸刹海，解脱一切众生海，善能分别诸烦海，能胜深入智慧海，普能清净诸行海，圆满一切诸愿海，清净供养诸佛海，修行无倦精竭海，三世一切诸如来，最胜菩提诸行愿，我皆供养圆满修，以普贤行悟菩提。一切如来有长子，彼名号曰普贤尊。我今回向诸善根，愿诸智行悉同彼，愿身口意恒清净，诸行刹土亦复然。如是智慧号普贤，愿我与彼皆同等。我为遍尽普贤行，文殊师利诸大愿，满彼事业尽无余，未来季节恒无倦。我所修行无有量，获得无量诸功德，安住无量诸行中，了达一切神通力。文殊师利勇猛智，普贤慧行亦复然。我今回向诸善根，随彼一切常修学，三世诸佛所称叹，如是最胜诸大愿。我今回向诸善根，为得普贤殊胜行，愿我临遇命中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我既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无余，利乐一切众生界。彼佛众会贤清净，我时于圣莲花身，亲睹如来无量光，现前受我菩提记，蒙彼如来受记已，化身无数百俱之，智力广大遍十方，普利一切众生界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极业烦恼尽，如是一切无尽时，我愿究竟恒无尽，十方所有无边刹，庄严众宝供如来，最胜安乐施天人，今一切刹为成劫。若人于此胜愿王，亦今于尔能生信，求胜菩提心可养，获胜功德过于彼，即常远离恶之事，永离一切诸恶道，速见如来无量光，具此普贤最胜愿。此人善得胜寿命，此人善来人中生，此人不久当成就，如彼普贤菩萨行，往昔犹无智慧力，所造极恶无间，诵此普贤大愿王，以念速疾皆消灭，足性种类及容色，相好智慧贤圆满，诸魔外道不能摧，堪为三界所应供，速以菩提大树王，坐以降伏诸魔众，臣等正觉转法轮，鼓励一切诸寒士，若人于此普贤愿，读诵受持及演说，果报为佛能证之，决定获胜菩提道。若人诵此普贤愿，我说少分之善根，一念一切悉皆缘，成就众生清净愿。我此普贤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已，善财童子踊跃无量，一切菩萨皆大欢喜，如来赞言善哉善哉。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，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，诸大菩萨即所成熟六千比丘，弥勒菩萨而为上首，贤劫一切诸大菩萨，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，一生补处住灌顶位诸大菩萨，及于十方种种世界，
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即为成数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大智舍利佛、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，诸大声闻并诸人天一切世主、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等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普贤恨愿品。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尔时正念天子白法会菩萨言：佛子，一切世界诸菩萨众依如来教染衣出家，云何而得梵行清净？从菩萨位待于无上菩提之道。法会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修梵行时，因以十法而为所缘，作意观察，所谓身、身业、语、语业、意、意业、佛、法、僧、戒，应如是观。为身是梵行耶？乃至戒是梵行耶？若身是梵行者，当知梵行则为非善，则为非法，则为混浊，则为臭恶，则为不净，则为可厌，则为违逆，则为杂染，则为死尸，则为重聚。若身业是梵行者，梵行则是行住坐卧，左右顾视，屈身俯仰。若语是梵行者，梵行则是音声风习，唇舌喉吻，普纳意众，高低清浊。若语业是梵行者，梵行则是起居问讯，略说、广说、欲说、直说、赞说、悔说、安利说、随俗说、闲了说。若意是梵行者，梵行则应是觉、是观、是分别、是种种分别、是意念、是种种意念、是思维、是种种思维、是幻术、是眠梦。若意业是梵行者，当知梵行则是思想、寒热、饥渴、苦乐、忧喜。若佛是梵行者，为色是佛耶？受是佛耶？想是佛耶？行是佛耶？事是佛耶？为相是佛耶？好是佛耶？神通是佛耶？业行是佛耶？果报是佛耶？若法是梵行者，为极灭是法耶？涅槃是法耶？不生是法耶？不起是法耶？不可说是法耶？无分别是法耶？无所行是法耶？不合集是法耶？不随顺是法耶？无所得是法耶？若僧是梵行者，为欲留相是僧耶？欲留果是僧耶？意来相是僧耶？意来果是僧耶？不还相是僧耶？不还果是僧耶？阿罗汉相是僧耶？阿罗汉果是僧耶？三明是僧耶？六通是僧耶？若戒是梵行者，为坛场是戒耶？问清净是戒耶？教威仪是戒耶？三说结魔是戒耶？和尚是戒耶？阿舍离是戒耶？剃发是戒耶？着袈裟衣是戒耶？乞食是戒耶？正命是戒耶？如是观已，于身无所取，于修无所着，于法无所住，过去已灭，未来未至，现在空寂，无作业者，无受报者，此事不移动，
彼事不改变，此中何法名为梵行？梵行从何处来？谁之所有？体为是谁？由谁而作？为是有，为是无，为是色，为非色，为是受，为非受，为是想，为非想，为是行，为非行，为是事，为非事。如是观察，梵行法不可得故，三世法皆空寂故，亦无取着故，心无障碍故，所行无二故，方便自在故，受无相法故，观无相法故，知佛法平等故，具一切佛法故，如是名为清净梵行。复应修习十种法，何者为实？所谓处非处智，过现未来业报智，诸禅解脱三昧智，诸根胜劣智，种种解智，种种戒智，一切智处道智，天眼无碍智，宿命无碍智，永断习气智，于如来实力一一观察，一一力中有无量意，悉应咨问。闻已，应起大慈悲心，观察众生而不舍离，思维诸法无有休息，行无上业，不求果报，了知境界如幻如梦如影如想，亦如变化。若诸菩萨能与如是观行相应，于诸法中不生二解，一切佛法即得现前。初发心时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物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梵行品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位于云南丽江雪山之巅，远眺玉龙雪山。相传此地是迦摄古佛的道场，诸佛菩萨以愿力在此成就清净琉璃宝塔作为供养。金塔寺于2004年由17世东宝总巴活佛巴仙住持，传承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法，福佑群生。金塔寺现有建筑面积109.2亩，有东宝尊圣塔、莲花生大士、观音殿、千佛万灯殿、阿育王石柱、弥勒菩萨坛城大殿，其中标志性建筑东宝尊圣塔为一座典型藏传佛教覆钵式鎏金佛塔，
供养珍贵的由第十世噶玛巴所制大藏经。集汉藏佛教为一体，大气磅礴，美幻天成。观音殿供奉观世音菩萨，千佛万灯殿，殿内供佛千尊，十灯万盏。点灯上供诸佛，下施众生，增进戒定慧，消除贪嗔痴。莲花生大士象征大乐智慧，破除贪嗔痴。左右两尊为护法空行母。金塔寺可说是集一切利众生的方法于广大的园区内，这是来自诸佛菩萨的供养，诸有情进藏集资的吉祥圣地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